好，开始了。好了，请问你现在要开始做什么呢？做第二只猴子。哇，第二只猴子啊，就是三只猴做完，马上就开始做第二只猴子吗？对。好，那么接下来要做这只猴子，你的心情觉得如何呢？愤怒。愤怒？为什么？就愤怒啊，因为觉得做猴子非常没有缝纫机，非常的不方便，又非常的困难。对，这也是没办法的啊。不过做猴子完成的时候还是很开心的，渐渐的减少了，渐渐的减少了，腻了吗？有点，真的哦，那怎么办？愤怒，真的哦，遇到瓶颈了吗？对啊。还有，好吧，那也没办法。可是大家都觉得你做出来的猴子很可爱啊。是吗？谁说的？我啊。还有，就是观看 video 前面的观众，我确定。如果你觉得很喜欢瑞奇的袜子猴，不管你有没有买，你都可以留言告诉瑞奇说你很喜欢他的袜子猴哦。有些耶，好，那我们来看看是瑞奇的准备工，现在是在穿线哦，好迅速的，马上就穿起来了，才正 focus 就是穿起来了。那各位现在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特别，大家现在有看到这个吗？那个就是那个，是瑞奇独门的针线，这叫什么？就插针包，插针线的插针包，这是他自己做的插烧包，插针线的插烧包，它挂在电灯上面，所以非常的亮。哦，真的？对啊，我照的。然后拿下来给大家看吧。这个没错，就是这个，这就是瑞奇独门的插针包，他自己做的，无聊做的，很可爱。而且我还有做一个杯垫，对，这是瑞奇做的杯垫，对，如果有人想要的话，可以来信，来信把这个送来信询价，来信把这个送给你，有这么好的事情，那我来信好了，你要吗？我还蛮想要的。真的吗？好，那么我们现在呢，来看一下几点了。有没有看到？好，现在是7:26。对的。7:26。好，我们等一下等瑞奇这只猴子的时候呢，再来拍一次。对，我们这个过程绝不虚假。嗯。好，那么就请大家拭目以待，拭目以待。是的，现在是凌晨2:10。是的，凌晨2:10，终于把第二只猴子完成。但是在这个过程中，并不是全部通通都在缝的，因为途中我们有去四大夜市，还有去逛街2小时，所以呢。就是我们算是从7:15到现在，算是到2:15好了。我靠，1、2、3、4、5个小时哎！不过你中间还有做别的事。我做了什么事？影片呢？哦，对对对，我中间会一边弄影片。好。对，没有错，这是今天是几月几号？今天是9月16号。
对，这就是今天9月16号的瑞奇缝纫机大挑战。今天瑞奇只做了2只猴子，没有错。可是呢，费呢也正在做某一只猴子。那这只猴子呢，就是明天的节目喽。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